陈老师他对我们台南县的地震哦，这台湾话非常的优秀。你可以在他后面哦，我们附上他的那个简历哦，你看到他写的书很多哦，更著作很深，而且呢，都、就是跟我们台南县的哦历史文化有关系哦。那我废话不多说，我现在就赶快把那个段落来交给我们陈老师呢。好，那你们那我们带领我们台南县的大家关注哦，告诉我们台南县都会说。可以被称为是地震吉祥。嗯。嗯，所以这个台湾，台湾，苍天。我讲，讲到什么？不要。啊，早睡觉。啊。咖啡能管时间来一点，怎么可能时间？啊。啊。啊。对的，好，咱用交换性的时间，那我再来用我们这个西安这个未来的这个方阵哈，这几个相当的代表啊。啊，谁控制了哈？好。好，那。今天好，来来到那个哈，阳光，地震，电影的阳光来，好，啊，第二天会在这边的困难哈，啊，在北京地震哈，所以在阳光组，啊，我们张阿姨，大家来分享会哈，啊，专门来的警察，警察警察的张阿姨哈，啊，来分享会打任务，去当阿姐嘛，好，阿姐也行的哈，啊，谢谢老多点心。哦，啊，就是把我点那我啊，这个我给我几分了哈，就是到这边，谢谢花火的晚上，好，那么现在回到我们嘛哈，主要是要各种那年轻各种风，他会用三零幺的哈，啊，就够了，那么就第一个月薪，哦，看看这是小赵月薪的钱了。他当年呢，就每一个所在，吼，因为伊个环境背景也无同款，所以，吼，因做做这个做这个时候，就内容就无同款，吼。但是有一个，特别重要原因就是讲个吼，这个人，伊是做作业来，吼，他从哪里来到台湾最开始去的，吼，那最基本的。他会把他在故乡的那一套东西直接就带进来。那这个时间啊，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的意阵啊，不同的表演模式啊？那么你这意阵呢，就发现的贵人在这了哈。那有些工具或者啊文献资料哈，记得立刻查一下资料，就是可以公布一些文献啊。这是我去跟他说，想着讲来做个，吼，因为讲起来，你讲伊上高伊所在高国青年的住人，吼，再讲有特别物件是当有文件记录记载下来，但是吼，伊迄个地方也非常非常非常少，吼，那我有滴想起来资料，吼，主要讲你爱去做做些文献，吼，就是你爱去做做些迄个，吼，田野调查。他们田野调查做起来，这个过程都特别严重，严重哦。你要问这镜头的师傅啊，伊拢不好讲，这镜头是安怎调的，是跑到过安怎，安怎伊拢非常厉害。但是哦，有一个问题，你问我哎，这镜头安怎来的时候，哪一种会跟他讲？啊，其实在我问他镜头的时候，就是在用一种消防员安怎来的哈，车库安怎来的，直接安怎来哈，其实。他们就有句话，啊，这个问作品集，好，才倒出来，啊，他就这一句话就把这三四百年的历史证据只有这样一句话而已，他就这样，有些证据只能供了，有些东西啊，非常困扰，非常非常啊，有困难啊，但是
处中啦吼，咱这平台吼，伊伫庙会活动内底，确实伊方面是做很功德，伊方面总在伊这功德上面吼，因为伊会当把迄个老街的气氛，把制作出来，它可以在那个老街上的那个气氛，它会进化未来吼，伊咱说好人，就会今后我就会拢有平台表演。然后影响太大的舞台，还是伫庙会。其实太老会讲，伫迄个庙会跟地震其实方面是，是单一的。当时没有庙会，我看下咱那个情况，那都看不见平台跟机关的。他俩都在平台的情况，他们有的有他的可看性。也会想听他说，这是一个非常，他们在互动非常重要的一些地方，既然在富平家，那怎样来住，这个他怎样在有的中在当中，在当中这样一些文章也不是，就常常在科里面挂上，大林兄，大兄，马导兄，我们要尊敬，像国北方的，这么多的礼物，因为来这新年的生日，还是在借鉴的时候，那么就是讲咱镜头，来当表演一个舞台。那么镜头这么多啊，我有讲，我就把它分作几层次，所以是智慧性的舞阵，智慧性的舞阵，它就包括有中央阵、有金丝阵、白鹤阵。服务明星，他必须的以智慧性增加来对吼，相关学习最基本的模式，把那个金包金的人民猫的这些最基本的上，一种上岸的基础，然后再去把它延伸出来的这些东西。那第一个最好的就是三高那么在宗教性的正好都八家教观象秀有亚当经有佛教有可能话有可能话一样是列些文章这是咱对于的认知它就是在比如说教而言这个东西是那列些文章都是在我们赚家或者是当年纪年轻有所谓最高的经验
那个在我们在正好可以把其中病例都抓来嘛，所以这个是啊，在感觉上是最接近我们的啊目前中高端回到业的一个做法啊。那一些细胞病人来讲，正好可以照顾大家讲，一般是比注重什么意义啊？那你您做咨询哦，因为典型状况，那你来过来开会的时候哦，你就会讲收起来经济建设哦。所以他也非常的一定一种的政策，就是讲即个平安吼，伊个健身的时阵健身，啊无人无人无健身放假吼，伊就得做事吼。所以咱讲啊讲，不是讲拢是嘛吼，啊就是然后即即即不侪拢是当时吼，啊即个经验所在吼。到底正经的时阵吼，啊怎样吧吼，那是靠你神道受教吼。啊，希望大家安全过来，让人安定人心哈、哦。啊，所以底下也有神道跟政治宗教哈，江湖一些有能在意识生活里面，要在留的什么江啊、布啊、流哈，要注意。哦，在哪一个时候慢慢成型，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啊，那么这些功德庙啊，也不敢来哦，戒指青年哈，阿玛尼哦，三杰村里啊，你给他们。在正常有机的到的并这两点的信仰中心，哦，啊，这些信仰都平常那边哈扩大起来哈，啊，比如老岁老多啊，哦，哪位通常在其中，哦，几乎都是百分之五的干部鬼，哦，那时候的公庙是有很大的权力，哦，比那几位平常来对，哦，那刚刚提到清朝，你那个底量够大，哦。清朝他是把台湾当作一个啊古尔赫古尔赫的结构的人啊，他所以以派了台湾的在官哈啊几乎拢是好的官，跟咱台湾早期哦啊你也叫人家就等于太祖家当太祖高元体哦，几乎是相同的一个性质啊，他所以来台湾在官啊其实都不是很好的啊，那么第二点是哈，包括台湾的他。李安呐、啊，像我家家龙也比较差嘛，啊，所以底下的其实哈、哦，部落跟部落之间就说常常哈啊，为了哈起一些争执，往小盖搞一往那起对，啊，因为自己受的啊耕种啊，这边有另外一点对嘛，对底下的其实最容易引起争执，啊，很少那是老农的这样那个地方就有点气候，要提醒大家说先进入到底下的，哦，是看到还不来。哦，他不能说，哦，哦，他那个在我们在正法庭把西方病人抓来嘛，所以这个是，哦，在感觉上是最接近我们的啊目前中高端回到业的一，啊，所以他是他正法庭不抓来关联啊，那么你必须来哈啊，在我们做宗教哈，那么因为理论呢哈。讲一些相房平这种非常重要性抗物质吃，所以这些其实哈，相房平有些自卫性的功能，就在那个时候就完全都拢起拢无了。啊，它只是啊，一些也会哈在界限型较严格。那么讲了嘞，所以讲自卫性指数啦，好像一个拢无的完全的其中中变成在宗教上的一些用用不符而已。好像后来讲，经济的突发性，啊，这个是咱人的内心哦更加的空虚，啊，人的生活压力更大，啊，这时候必须借助宗教的力量，啊，来保咱所有人内心的安定，哈、啊，这种需求才如何存在，啊，那其实这是一个很，啊，一个。那算法题不多来关联啊。今年然后在干什么啊？一些人不搞那算代表高级，那你做经济学的啊？那最大的说明是必须要替你社会月亮，就必须要宗教来做来。让新人得到平静，好、哦，这就是宗教发展最好的时机。
康王女宋王宋王女哦，离婚，她在传统的宗教活动里面呢，哈，她都有祭祀的辟邪驱鬼，然后有祈福免灾的这些功能啊。啊，所以晚上你一这个宋王女啊，哈，用家己农村的时候哈，都会做些宋王女个人比较简单。哦，以前嘛，这个社会哦，如果要做一个相关指导，这个宗教要做一个相关，其实伊的困难也是非常大，伊的费用也非常大。哦，因为大家拢要上班吼，啊，可能其他了吼，依照农村社会吼，啊，大家庭，啊，用一个家庭内底要处理的困难出来吼，啊，来参加相关的，其实并不是那么困难。但是现在吼，一个家庭吼，人拢不少，哦，各拢要上班。哦，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哦很困难的地方。那么宋江这个手续方面哈，就是宋江宋江什么哈，哦，第一个呢是三个人，哦，所以我们三个人叫，哦，加这个加上那个哈，两包时间哦，哦，多少都多少天哦，差不多都二十多个人，对不对？你那个关费用啊，关哈，OK 了。他一个消防局长，每每在开馆，有可能都平安十个月，会呈现的资讯。哦，所以就是八七十个月哦，这么样，可能就较困难所在。那消防局在收集的过程内底吼，你爱就是爱哦，大家就是管。哦，一管的话，只要是讲啊，这个在进行吼，在进入训练的阶段。哦，正式进入训练的阶段。哦，他对一管的时候，这种爱哦，都爱。哦，这个带关哈、哦，那个相关的在进行嘛，哈、哦，哦，啊，入关了还是训练，训练一段时间了，还有个奖奖，啊，等于回所在国际的奖奖，要再去回第二个五，哦，奖奖的时间上呢，哦，套对着诶迄个诶档期啊，哈，伊过去总体的出行嘛，哈，出行叫做就是证件，就是中奖证件，对，没错，就是确认你的身份，啊、哦。那一般大家讲，哦，今年要去到香港，你去弄弄。啊，一个。啊，那所以香港人吼，本身伊就爱用过开工的这个程序。哦，就是赋予他一个神职的任务，哦，也要进行一件神职任务，哦，哦，开工的时候，刚才一般的那个新人开工，其实那个意义，哦，那过程也都差不多，哈，哦，哦，那我也是，哦，我可能用当地的开工的想法开工，哦，都每一个地方它都其实都不太一样，哦，那开馆，哦，开馆的时候。训练到差不多哈，整体训练都完成以后，哦，在神明的面前，多次神的面前做一次很完整的表演，哦，这是。啊，那所以香港人哈，本身伊就爱用过开工的这个程序，哦，就是赋予他一个神职的任务，哦，也要进行一件神职任务，哦，哦。开工的时候，刚才一般的那个新人开工，其实那个意义哈、哦，那过程也都差不多哈、哦，啊，那我也是，哦，我可能用当地的开工的想法开工哦，都每一个地方它都其实都不太一样，啊，那开馆，啊，开馆的是过年糕差不多哈、哦，整体训练都完成以后，哦。在神明的面前，多次神的面前做一次很完整的表演，
好的。对，那所以上港地吼，本身伊就爱经过开工的这个程序，哦。怎样？怎样自己来做？哦。那以前表演的形态哦，就是一个哦，可以有一个叫发财哦，第三名哦，成功率哦，怎样？怎样自己来做？哦。那以前表演的形态哦，就是一个哦，可以有一个叫发财哦，第三名哦。成功率啊，怎样怎样自己来做啊？那以前表演的形态哦，就是一个哦，可以有一个叫发财哦，第三名哦，成功率啊，怎样？我让自己来做啊、哦。那以前表演的形态哦，就是一个哦，可以有一个叫发财哦，第三名哦，成功率啊，来让我让。来讲这个话啊，嗯，好、哦，他现在大方，好、哦，他、啊，哦，来。气象那里放的相当，你个台气象，咱们怕风嘛，啊怕有点雷，直接弄上，嗯，哦，啊怕过行，要告登告行，你咱们挂起来两个小的，对吧？哈、哦，吊着管还有挂浆，好像是怕上，啊，啊，但是伊个怕风吼，有只伊个风就是安尼吼，哦，因为宇宙的这个大家还有现在也超级大过了，超级厉害嘛，还小的哈，岁数最亏家人，啊，这是亏两家人，包亏气象人。啊，这个不一样啊，这是要用那些啊，跟现在给了大家来讲这个话啊。有一定的程序在走啊，这个叫龙井水，把人工费给了大家哈，它就这样。啊，这两个连通对，啊，啊，这是归家人哈，哎，归家人主要就是正讲超级大波头哈，啊，啊，就讲归家那个，这样呢，哦，现在大家超级波头没关系了，哦，那就是这个状况也比较多哈，哎，啊，这就是归家人。人工费啊，它就是一个费用，还要费管啊，这样一直啊，还可以费，再费几个大，更好的费率啊，这是人工费啊，回报啊。那么你上个星期这样哈啊，也上报了哈，所以这个提过上个月让地级地协哈驱鬼啊，所以回有一定的程序在走啊，这个叫龙井水啊，人工费给了大家哈，它就这样啊。这两个连通对啊，讲哈啊，先说一点哈，给大家展示提报啊，就是这是提报的一个流程啊，我讲过啊，着急。他回报掉就开始啊个人的兵器表演，嗯，啊，因为咱时间吼，我要跟他讲下去，啊，他因为一般来讲啊，上班练习所有的庙会里面的吼，最常见也是最基本的，所以大家讲这方面白讲好讲，哈，嗯，嗯，啊，这是空手向的表演。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师傅哈，这个，嗯，
当我背到来，我背到来，我当进进到在我头上安尼啊。上班前吼，内底吼，有一个迄个在加工厂内做阵吼，我讲这就是讲问题吼，咱两边对的话，天气吼互相交，就跟咱加工厂换吼，就是在这个进行工作，过来就是迄个内容，在各位的需要里面吼，有各方面在做的，在看了，现在在看了吼，然后就是天气的对的。这个是今天的上半场，他其实教练呢，一个打同学哈，都当反冠，他自己表演的哈方式也会不太一样，那么现在有的教练他也是蛮感慨，用提醒的哈，要打上半场，你都什么样的选手，你按照改一下，按照二改进来哈，是你爱先看去，后尾学先再改一下，你准备的二号了哈，就是一个时代改变哈，是造成他们很大的困扰哈。在八卦那个正方形哈，在八卦是然后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那些夸大来老界的形哈，夸大夸老界形，那这边那样那这些有这样有这样，然后这样夸到。他就拿出来一点二在八卦，最基本的提报在八卦，这是最基本的他八卦的排法也依各派别中的两块，你来讲呢，咱看有些问题嘛，咱有些可以分辨的，因为腰带，有哈哈的，有哈红线，哈天绿色，它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支撑，不同的派别，它的腰带是有这种作用的那这边的黄色但是这边也是还有绿色那些的那不一样这种白发短那个大分水就是两个可能对性的两个互相对打增加了大分水都有其实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一回事其实要分个时间可以做了干你在那个地方干一下困难赛我要那个高龄第一要非常和安慰教授让时间了干这东西在现在这个另外最大的部分离头带点离头地面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方式呈现跨年关它每一个动作都每一个动作的名称都不两段它有它的意义在存在我觉得在你准备的二号这些特有的其实呢是咱在观察跨年的相关就把别人来讲那么粗吗？或者要有泡面的状况这是但是泡面的状况是年上来因行走他们的装备会比较多所以年上来他们队长的部分就会比较少那么你动作太大的时候可能人家高高比较扭件两个人所以他们一个白衣白顶鞋就是队长的动作会少一点这个是他的状况正方形它的组织分明的形成都有人在这边特有的其实呢是咱在观察化学的状况就把别人来讲那么粗吗或者要有化学的状况这是但是化学的正方形你连上来因航口他们的装备会比较多所以他们队长的部分就会比较少
好，那你动作太大的时候，吼，哦，可能人家搞搞几件两件两个人嘛，吼，所以他们一个白衣白紧实，哦，就是，哦，队长的动作会少一点，哦，跟上一点状况。啊，就刚才他的组织可能不行，可能有人在，先后有。那前列腺它也是蓝派的戏剧，包括蓝管啊、歌仔戏哈，那女派的布袋戏也都一样哈。那西行王爷啊，他们都是台湾戏剧界跟传统音乐的两个哦，两个大的组成哦，就是那个哦，这个是那个前列腺在啊，因为小米龙他因为身上好几好几哪些小孩子的啊，哦，他的。他的前面还有有金鸡，一只金鸡，有 K 哈，他前面还有一只鸡，一只小狗，小鸡，哦，啊，这样会比较靠边哈，比较多一点，啊，那也有很简单的事情，比方说他在他的行馆里面哦，啊，我讲到板先，啊，那，哦，他底下那个重钢皮，啊，这样最好，每，哦，几乎老些每几天的重钢皮，去切给张博上岗看，以前都有在。那前列腺它也是蓝派的戏剧，包括蓝管啊、歌仔戏哈，那女派的布袋戏也都一样哈。那西行王爷啊，他们都是台湾戏剧界跟传统音乐的两个哦，两个大的组成哦，就是那个哦，这个是那个前列腺在啊，因为小米龙他因为身上好几好几哪些小孩子的啊，哦，他的。他的前面还有有金鸡，一只金鸡，有 K 哈，他前面还有一只鸡，一只小狗，小鸡，哦，啊，这样会比较靠边哈，比较多一点，啊，那也有很简单的事情，比方说他在他的行馆里面哦，啊，我讲到板先，啊，那，哦，他底下那个重钢皮，啊，这样最好，每，哦，几乎老些每几天的重钢皮，去切给张博上岗，一天都有在哈。啊，今天是跟校长聊。这个几年比例增长一些年哦，他有的是他很多基金去申请他的储蓄，哦，大概是怎么样的样式，哦，那种效果。他对校长的第一话在手机在边哈，就配合边个往后准备。啊，这是金丝镇啊，那啊，对，地点啊，啊，这个金丝镇表演的过程啊，跟一些片段啊，那金丝镇这里这个丝带啊，啊，然后才不一样啊，啊，这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他呢，就是装的啊，穿着那个很酷的那个样子啊，他很表演挺大很挺短，啊，他手上他会拿着一个袖子在那边甩一甩啊，就像这样子。为什么要带给你？啊。这个几年比例增长一些年哦，他有的是他很多基金去申请他的储蓄，哦，大概是怎么样的样式，哦，那种效果。他对健康的第一话在手机改编哈，就配合边个往后准备，啊，啊，这个金丝镇哈，那，啊，地点啊，啊，这个金丝镇表演的过程哈，跟一些片段。哦，那金丝镇这里这个丝带哈，哦，然后才不一样啊，哦，这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他呢，就是装的啊，穿着那个很酷的那个样子啊，他很表演挺大很短，啊，他手上他会拿着一个袖子在那边甩一甩啊，就像这样子。为什么要带给你？啊，这个几年比例增长一些年哦，他有的是他很多基金去申请他的储蓄，哦，大概是怎么样的样式。啊，那种效果。他对健康的第一话在手机改编哈，就配合边个往后准备，啊，啊，这是金丝镇哈，那，啊，地点啊，啊，这是金丝镇表演的过程哈，跟一些片段，啊，那金丝镇这里这个丝带哈，啊，然后才不一样哈，
啊，就是小孩子，一个小孩子他呢，就是装着穿着那种很酷的那个样子啊，他很表演，他很不管，啊，他手上他会拿着一个袖子在那甩甩，啊，就像这样子。啊，哈哈哈哈哈！一生活一些年哦，他有的是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他的喜气哦，大概是怎么样，什么样的样子哦，那种笑。他对这方面自己话在做不改变哈，就配合别人家，往后怎么做？啊，这是金丝带哈，那啊，对的啊。啊，这个其实是表演的过程啊，跟一些片段。啊，那近视症这里这个丝带啊，啊，刚刚才不一样啊。啊，这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他呢，就是当着穿着那个很酷的那个样子啊，他很表演，他很不管。啊，他手上他会拿着一个袖子在那甩甩啊，就像这样子。为什么要带给你？啊，哈哈哈哈哈！特别喜欢李一，生活一些年他有的是。如他那个装扮哈，有的比较讲究，哦，有的是像这种他是比较讲究的哈，哦，另外他的头上的那个叶叶头巾哈，他的结，他的那些头巾的灯多，哦，包括爱心姑娘哈，一叫他还会按照五行五色，哦，按照我眼光去哈，还有，哦，红绿黄白黑，他都会用到，哦，按照五行去怎样做一个设计。那有的是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那白后症啊，对有点啊，对有那些不知道多高级的地方啊，在北后是很好啊，如他们的装扮好就是有唱歌，像讲好讲，哦，最好是刷的，那啊，但是后壁经过嘛是拢跟上班是同款。啊，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传统，你看那个记忆线的正常，就是让人讲在好像做兵一样哈。啊，五龙，啊，那五龙的开门。就是有唱歌，像讲好讲，哦，最好是刷的，那啊，但是后壁经过嘛是拢跟上班是同款。啊，那么如果我们来看传统，你看那个记忆线的正常，就是让人讲在好像做兵一样哈。啊，五龙，啊，那五龙的开门就是。龙的造型啊，可能就是各族等坚定的结果啊啊。根据传说啊，那皇帝哈，他打败蚩尤之后，他就以太弱的胸襟哦，建立一个以头是蛇啊，脚是鹿，眼是兔，耳是牛，身是蛇，腹是肾啊，鳞是鲤，爪是鹰，掌是虎的一个龙的造型啊啊，他。其实现在我们中国，我们表现这个那么冷啊，啊，是不是真有这个东西？是有时间怀疑，一点不要搞啊！啊，从所有的生物里面也找不出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它应该就是啊一个啊民主的一个共同体，啊，去把它结合起来，啊，这是一个啊比较。个人的一个推论啊，那古龙它的历史也是怎么样的哈？因为中国人他自古以来就深信天上的有这个神龙嘛哈，啊，专门在心灵赋予。啊，龙的造型啊，可能就是各族等坚定的结果啊啊。根据传说啊，那皇帝哈，他打败蚩尤之后，
他就以透过的胸襟哦，建立一个以头是蛇哦，脚是鹿，眼是兔，耳是牛，身是蛇，腹是肾啊，鳞是鲤，爪是鹰，掌是虎的一个龙的造型哦啊。他其实现在我们中国我们讲的这个那么冷啊，啊，是不是真有这个东西？是冷是冷反应，你不要怕。嗯，有有。哦，那从所有的生物里面也找不出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它应该就是哦一个哦民主的一个共同体，哦去把它结合起来，哦这是一个哦比较可能的一个推论啊。那古龙它的历史也是怎么样的哈？哎，因为中国人他是我们这身心天上的有这个神龙嘛哈，啊，专门在心灵布局。哦，龙的造型啊，可能就是各族是有一种坚定的结果。啊啊，不理想说啊，那皇帝哈，他打败蚩尤之后，啊，他就以透过的胸襟哦，建立一个以头是蛇，哦，脚是鹿，眼是兔，耳是牛，身是蛇，腹是肾啊。鳞是鲤，爪是鹰，掌是虎的一个龙的造型，哦，啊，它其实现在我们中国我们讲的这个那么冷啊，啊，是不是真有这个东西？是冷是冷反应，你不要怕。嗯，有有。哦，它从所有的生物里面也找不出像这样的东西，所以它应该就是哦一个哦民主的一个共同体。哦，去把它结合起来，哦，这是一个哦比较可能的一个推论啊。那古龙它的历史也是怎么样的哈？哎，因为中国人他是我们就身心天上的有这个神龙嘛哈，啊，专门在心灵布局。他在西汉初年的董仲舒在他的《春秋传注》里面就他有五虎兽龙蛇鱼的这个记载，以甲乙日为大三龙一丈，哦八丈居中央，有小龙七，哦这些五家大三龙有七个小小龙，哦各长四丈，在东方非东乡，哦其间相距八尺，小龙八人，哦皆在三日的甲发季的寿星，哦啊请天界发，哦。哦，其实你看到明白，他这个你看，跟从这边看啊，他也是从中国最基本那个五行五色，哦，红绿黄白黑，然后龙五间黄家三龙啊，还有哦，在中央，哦，啊，再加入青衣，哦，但是他的整个作品都是离不开我们中国哈，啊，最基本的那个一个哈，道教也是基本。相关那个那个东西，我都没会啊。啊，那早期的古龙作为奇鱼哈，啊，那后来再加入娱乐性的宗教，啊，在《汉书·西域传》里面呢，就是哈，就有说到哈，武帝哈，汉武帝哈，他做九十六里，以享四鱼之客，做八鱼都里哈，海中张景啊，扮演鱼龙，脚底出气，观四肢啊，扮演鱼龙的其中啊，啊。龙狼表扮成巨大的鱼龙及其他的兽类形状，性啊，我也是这幅图上的一种。哦，黄海龙，我最大的一个哦，一下就受骨架，哦啊，其实现在那搞的脸弄那种啊，灰熊的头发，哦，不是的，啊、哦、啊，那每个人在讲画的龙狼尾，都会有一个龙珠，哦。那就是一些舞龙的相片。那圣经啊，圣经啊，在有很多舞龙的图片啊，就比较容易保持一下背景啊，他们就是放烟幕上，啊，放五彩的烟幕啊，放海龙，放其他的一个啊，一些的这骨架，啊，其实现在那搞的脸弄那种啊，灰熊的头发啊，不是的，啊，啊，那每个人在讲画的龙龙尾，都会有一个龙珠啊。那就是一些舞龙的相片。那圣经啊，圣经啊，在有很多舞龙的图片啊，就里面很多保持一下背景啊，他们就是放在那上，啊，
五彩的烟幕嘛，啊，黄海勇，我最大的一个以下的一个股价，啊，其实现在那块的联邦已经啊非常的多房，啊，不贵的，啊，啊，那两个人在这块龙岗里都会有一个龙珠，啊，啊，那就是一些龙的象征。啊，甚至啊，甚至啊，在有很多舞龙的时候，啊，就你看他们的国旗来背景啊，他们就会放烟幕弹。哦，放五彩的烟幕嘛，哦，黄海勇，我最大的一个以下的一个股价，哦啊，其实现在那块的联邦已经啊非常的多房，哦，不贵的，啊，嗯，那两个人在这块龙岗里都会有一个龙珠，哦，啊，那就是一些龙的象征。那甚至啊，甚至啊，在有很多舞龙的时候，啊，就你看他们的国旗来背景啊，他们就会放烟幕弹。哦，放五彩的烟幕嘛，哦，黄海勇，我最大的一个以下的一个股价，哦啊，其实现在那块的联邦已经啊非常的多房，哦，不贵的，啊，那这个龙就到这个东西了哈，这个啊，一个上者其实没黑的老年哈，嗯，啊，武尊，啊，啊，那两代我把其他现在比较差的啊，在农业社会里面呢，由于民间。啊，信仰方式和一个提神的哈，灵魂的提神哈，极受驱邪哈，被几张党员哈，这个集中党员会哈，啊，那么在旧唐诗音乐诗里面就写啊，太平乐啊，一乐之五方之五哈，狮子吉兽是于西南与天竺，狮子本国啊，狮子国的集中在斯里兰卡，啊，好，啊，直接老官哈，武士的工作他都分分在两边哈。啊，在全唐诗卷里面也是一个四十五的一个情况，啊，嗯，啊，这里面现在发展到的两代这个形式的形态，嗯，啊，消失气球，嗯，啊，这个龙就到这个字了，这个，啊，一个上者其实没黑的两年哈。武尊，啊，啊，那么两代我们其他现在比较差的，啊，在农业社会里面呢，啊，由于民间啊信仰方式和一个提神的哈，灵魂的提神哈，极受驱邪哈，被几张党员哈，这个比较差的会哈，啊。那么在旧唐诗音乐诗里面就写啊，太平乐
一二九五方师傅哈，狮子吉兆是于西南与天主，狮子本国哈，狮子国的吉兆在斯里兰卡，好，好，直接老官哈，武士的动作，他都分开两个哈，在全朝世界里面也是一个狮子五的一个情况，那这里面现在发展到的两三这个形成的形态，消失气球，那这个老师叫这个气球，这个一个上者其实没有这个老年化，武尊，当然我把其他现象提上了，对吧？在人类社会里面呢，由于民间信仰方式的一个精神的原始的精神极受驱邪这是人当年这个提供上的会那么在旧唐诗音乐诗里面就写到太平乐一乐之五方师傅狮子吉兆是于西南与天主，狮子本国狮子国的吉兆在斯里兰卡直接老官武士的动作，他都分开两个在全朝世界里面也是一个狮子舞的一些情况那这里面现在发展到的两三个这个形成的形态消失气球这个冷知道这个是
天晚上呢，他就送给这个教授，哦，他喜欢请他的哦，在南好交流做饭哦，哦，所以乾隆皇帝他回宫以后，他就有给一个工匠啊，叫一老些怀的人啊，把他哦按照来把他做出来，他来啊来做一个武士的一个啊。这个是这个武士的部分啊。然后呢，武士里面还有一些是哈、哦，类似这个小丑的，就这本书，刚刚那个《金丝镇》里面那个哈、哦，刚才那个啊，书本上书带是一样的哈、哦，它的意义是一样的哈、哦。那显师元老显师哈、哦、啊，他们最代表就是梅花桩。其实就聊到这里来。啊，赵子正，啊，赵子正其实在很多学校都有赵子正啊，啊，哦、啊，赵凤呢，赵子正原来是很多江水，但是因为哦，他、啊、他、啊、好哦，因为赵国一点哦，夺得十八好哦，来成立赵子正，哦、啊，还有武师，哦、啊，那你赵公的风潮，所以。现在会有这么多一个赵普镇啊，那因为他赵普镇他的现场他的锣鼓真的还有他的动作都是非常的剧烈非常的快速啊，他所以他能够制造出来那种热闹的气氛也就啊特别强烈啊，所以当你是赵普镇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庙会都可以看到赵普镇啊啊，那赵普镇呢其实他是目前的赵普镇的形式是怎么样形成的啊啊，其实大家也都在研究。有一天晚上呢，他就送给全班这个教授，啊，啊，那可能这个就是在我们整个演化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两个可以，啊，我这学期到底是用干的去找，啊。他为了把他让他的表演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他说，所以那些告人他们就会用尽心血啊，啊，到底去想啊，通过这样增加他的一些动作啊，发热啊，那比较常跟在整个我们一些历史上比较多的那种，当啊，这个叫花鼓啊，就打花鼓、花鼓小龙听见哈，啊，在这个在爱会史上建立的，还有花鼓声啊，啊。花鼓歌，哦，后边还有温山鼓山哈，那我比较常听到的是凤阳花鼓，因为是凤阳花鼓比较多了，哎，所以大家好像接到凤阳花鼓好像比较，跟我们比较接近。其实凤阳花鼓它的表演形态跟我们目前的那个效果是不太一样哈、哦。那这些呢都是在大陆上流传的花鼓小戏哈、哦。那在台南县市里面哈、哦、就有哦。叫鼓花哈，就是福建漳州一带的大鼓两盏，是一种不用音乐伴奏及演唱的舞蹈形式。表演就是两人一对手，一人持两盏，一人抱大鼓，两盏打回旋上上面打哈，另有打锣手三四人围住大鼓边打，一撞天真浪漫爽然一阵哈。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啊叫鼓阵的。那可能这个就是在我们整个演化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两个可以哦，我这学期到底是用干的去找哦，他为了把他让他的表演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他说，所以那些告人他们就会用尽心血哈，啊，到底去想啊，通过这样增加他的一些动作啊，发热哈，那比较常跟在整个我们一些历史上比较多的那种当。啊，这个叫做花鼓啊，哈、啊，就打花鼓、花鼓小龙听见哈，啊，在这边在爱会史上建立的，啊，啊，还有花鼓灯啊，啊，啊，花鼓歌，啊，后边还有温山鼓山哈，啊，那我比较常听到的是凤阳花鼓，因为是凤阳花鼓比较多了，哎、啊，所以大家好像接到凤阳花鼓好像比较跟我们比较接近，其实凤阳花鼓它的表演形态跟我们目前的一个效果。是不太一样、啊、那这些呢都是在大陆上流传的方式小戏、啊、那在台南县市里面、啊、就有、啊、
钟鼓花哈，就是福建漳州一带的大鼓两盏，是一种不用音乐伴奏及演唱的舞蹈形式。表演就是两人一对手，一人持两盏，一人抱大鼓，两盏打回旋放双面塔哈。另有打锣手三四人围住大鼓边打边击撞边声浪伴手来一对哈。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啊效果正常。那可能这个就是在我们整个演化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两个可以我正在洗澡的时候，刚才去找他为了把他让他的表演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他是所以人家告人，他们就会用尽心血啊，然后可以去想啊，风波这样增加他的一些动作啊，发热啊，那比较常跟在整个我们一些历史上比较多的那种这个叫做花鼓啊，就打花鼓、花鼓小龙听见哈，都是流行在安徽史上相遇的，还有花鼓声啊，花鼓歌，后果还有那些鼓响哈，那我比较常听到的是凤阳花鼓，因为这凤阳花鼓比较多了，所以大家好像觉得凤阳花鼓好像跟我们比较接近，其实凤阳花鼓它表演起来跟我们目前的那个效果是不太一样那这些呢都是在大陆上流传的方式表现那在台南县市里面就有钟鼓花就是福建漳州一带的大鼓两盏，是一种不用音乐伴奏及演唱的舞蹈形式，表演就是两人一对手，一人持两盏，一人抱大鼓，两盏打回旋放双面塔另有打锣手三四人围住大鼓边打边一撞天真浪漫爽的一阵而且这个就是我们目前效果正常那可能这个就是在我们整个演化的这个过程里面然后我两个可以我正在洗澡的时候刚才去找大概为基准啊，咱不要发生共轨这个，就是那个形态啊，能比扭转，好比一个二点排转过，能比扭转，四个轴啊，那进场表演的时候有是好比一定要对上安尼转过那可能可以起来表演，就是在跳舞正的一个表演的方式。那不同的阵容它有不同的表演像像在那个临时跳舞阵那应该是比较的那个那现在跳舞阵它除了跳舞以外又有新的一个背景变化那这次在庙会的时候既然发头发是那种头发是打的头发是打的这样的形象是还叫什么一样都是这样的而且他们现在的跳舞在南边又有一些特殊的表演所以说呢其实跳过平地工厂会跳到位在体育方面的那个透支是非常大所以现在跳舞队他们就会穿插一些比较柔性的一些表演有这些表演经常这样子就不会那么剧烈他们可以休息休息有这个东西想说我来老师我来一点下个人要长不正常下一个我来长这是肥罗汉这是双中摔角这是一个人表演我看到他的这上面这两个人是假人这里是给的进家长进家卡里家天空爸爸家秀秀里家拿去碰一下再拿去碰一下他这两个给两个卡里他家天但是表演起来还是非常的精神这样的非常
那都是学生的教辅证，少年证。早期台湾小学的时候哈，有带问题解决好哈，都是不解决好问题，党中问题。大堂一队他们真空制作的话，真正的打击，我想打了一点钟没理弄的。但是我们在表演的人，他就是把它戏剧化，五十 K， 然后今天，在表演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斗牛阵本身它是没有固定的剧本，他们就随机表演，他就看两个人的默契，那这他就看他们怎么对那个他的默契是怎么样，他表演起来是非常的精深，他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些做了这个一体验里面去讲，真正谈到像我们目前这个斗牛阵的模式的几乎没有，但在古时候就有斗牛，因为少年这个节目，但是跟我们说后来这种其实是不一样。在早期台湾小说的时候有带问题解决好都是不解决好问题的党中问题。大堂一队他们真空制作的话，真正的打击，我想打了一点钟没理弄的。但是我们在表演的人，他就是把它戏剧化，五十 K。然后今天，在表演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斗牛阵本身它是没有固定的剧本，他们就随机表演，他就看两个人的默契，那这他就看他们怎么对那个他的默契是怎么样，他表演起来是非常的精深，他其实在整个中国这些做了这个一体验里面去讲，真正谈到像我们目前这个斗牛阵的模式的几乎没有。但在古时候就有斗牛，因为斗牛这个节目，但是跟我们说斗牛这种其实是不一样。在早期台湾小说的时候有带问题解决好都是解决好问题的党中问题。这样的是不太一样的。那在第二个其中一大一大的一个经验他再把它披上一个那个9005黄柳那边披上一个黄色的一个外衣他有黄金之鸟就有两个人抬着这样二老七五对吗对我就看起来就好像觉得不太像一些消防的贵人在这了我个人的职工阿德能的人就职工两个农夫他到平时工作回来他到挂楼就两个这个社群然后别的老店这里还有五块的水平来挂椅还在农家五张面都人家在修房的他修房的突然就帮着业务到访我长你的鸟林家我的鸟阿德能的到官长队长就放的就是这个样子当时的剧本剧情就是这个样子但你要再找一个人你就打起来了而且他的非常的低声然后听着长得会到街那个还有一个笑话的其中那个林正宪林正宪有这个苗人他已经换了啪啪然后一个人长起来他觉得好像真的打起来的样子非常非常打的时候打的现在是多少年非常的非常中非常的紧迫这些地方呢我们那些酒吧有生意苗一号一号那些发型用铁看起来的但是干货的什么地亚啦斗笠啦你表但是说你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交通嘛，跟你买花了几钟嘛，这还有找人评理，其实内容中卖工
逗牛，看到牛跨的牛群的，看到他们怎么跨的。哦，其实现在牛都很少，这样的是不太一样。可能从图片上面，或是从一些影片上面去看，更多的判断能力要大概是这样的。啊，好，那就是祖马镇哈。对，祖马镇哦，这里有和外去过来，也在在校园啊。其实祖马镇的粉丝，他们吃的并不多。啊，那也是唯一的只有一镇。啊，就刚刚大家这些嘉宾哈，上来还是无人不感叹。哦，无人不感谢我们的邀请。他这个机长呢，刚刚啊，这里话说用打光来讲，我们司马正队的表演，啊，要表演，到时候大家可以开开眼界哈。所以其实他们表演的机会不多，啊。那我们简介是雷火跟气象解读跟热不是相声，不是热不是什么的，啊，他们也有自己的说法。那这个我们来放进去看一下，可能从图片上面，或是从一些影片上面去看，更多的判断能力要大概是这样的。啊，好，那就是祖马镇哈。对，祖马镇哦，这几天有和外面去过来，也在校园啊。其实祖马镇的粉丝，他们吃的并不多。啊，那也是唯一的只有一镇。啊，就刚刚大家这些嘉宾哈上来，还是无不能不感叹。哦，我们不担心有什么邀请机会。那这个机长呢，刚刚啊，这里话说用法官来讲，我们司马正队的表演，啊，要表演，到时候大家可以开开眼界哈。所以其实他们表演的机会不多，啊。那有简介是雷火跟气象解读跟热不是相声，不热不是什么的，啊，他们也有自己的说法。那这个我们放进去看一下，可能从图片上面，或是从一些影片上面去看，更多的判断能力要大概是这样的。啊，好，那就是祖马镇哈。对，祖马镇哦，这里有和外面去过来。在校园啊，其实中岛镇的粉丝他们吃的并不多，啊，那也是唯一的只有一镇，啊，就刚刚大家这些嘉宾哈上来，还是无不能不感叹，啊，无不能不担心有什么邀请机会。那这个机长呢，刚刚啊，这里话说用法官来讲，我们中岛镇队的表演。啊，要表演，到时候大家可以开开眼界哈。所以其实他们表演的机会不多，啊。那有简介是雷火跟气象解读跟热不是相声，热不是什么的，啊，他们也有自己的说法。那这个我们来放进去看一下。可能从图片上面，或是从一些影片上面去看，更多的判断能力要大概是这样的。啊，好，那就是祖马镇哈。对，祖马镇哦，这里有和外面去过来，也在校园啊。其实祖马镇的粉丝他们吃的并不多，啊，那也是唯一的只有一镇。啊，就刚刚大家这些嘉宾哈上来，还是无不能不感叹，啊，无不能不担心有什么邀请。那这个机长呢，刚刚啊，这里话说用法官来讲，我们司马正队的表演，啊，要表演，到时候大家可以开开眼界哈。所以其实他们表演的机会不多，啊。那有简介是雷火跟气象解读跟热不是相声，不热不是什么的，啊，他们也有自己的说法。那这个我们来放进去看一下，可能从
兵啊，哈，他说有他们特殊思想的方式，啊，他比现在两个饿了，哈，哦，他们哦，那放的呀，哦，我真的是看不懂，啊，江思雨，啊，啊，那些，啊，他们这几天像是杰，啊，马上，狼，我这家兵一来一过啊，一走，啊。他的意思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家在土里面的哈，你从自己我一直看看来到家，哦，哦，你要看看不懂的，对，哦，那还有疝气，疝气就是心脏，啊，哦，心脏气，然后去上气管，啊，那就是第二阶段是，啊，疝气，你现在有这个。啊，但是按照他在两脚，他有套特殊的符号哈，那也因了哈，他说有他们特殊思想的方式，啊，他比现在两个饿了哈，哦，他们哦，那放的呀，哦，我真的是看不懂，啊，江思雨啊，啊，那些啊，他有这几天像是杰，啊，马上，狼。我这家店一来也够啊，一走啊，他的意思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家在土里面的哈，你从自己我一直看看来到家，哦，哦，你要看看不懂的，对，啊，那还有疝气，疝气就是心脏，啊，哦，心脏气，然后去上气管，啊，那就是第二阶段是，啊，疝气，你现在有这个。啊，但是按照他在两脚，他有套特殊的符号哈，那也因了哈，他说有他们特殊思想的方式，啊，他比现在两个饿了哈，哦，他们哦，那放的呀，哦，我真的是看不懂，啊，江思雨啊，啊，那些啊，他有这几天像是杰，啊，马上，狼。我这家店一来一也够啊，一走啊，他的意思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家在土里面的哈，你从自己我一直看看来到家，哦，哦，你要看看不懂的，对，啊，那还有疝气，疝气就是心脏，啊，哦，心脏气，然后去上气管，啊，那就是第二阶段是，啊，疝气，你现在有这个。啊，但是按照他在两脚，他有套特殊的符号哈，那也因了哈，他说有他们特殊思想的方式，啊，他比现在两个饿了哈，哦，他们哦，那放的呀，哦，我真的是看不懂，啊，江思雨啊，啊，那些啊，他有这几天像是杰，啊，马上，狼。我这家店一来一也够啊，一走啊，他的意思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家在土里面的哈，你从自己我一直看看来到家，哦，哦，你要看看不懂的，对，啊，那还有疝气，疝气就是心脏，啊，哦，心脏气，然后去上气管，啊，那就是第二阶段是，啊，疝气，你现在有这个。啊，但是按照他在两脚，他有套特殊的符号哈，那也因了哈，他说有他们特殊思想的方式，啊，他比现在两个饿了哈，哦，他们哦，那放的呀，哦，我真的是看不懂，啊，江思雨啊，啊，那些啊，他有这几天像是杰，啊，马上，狼。我这家店一来一也够啊，一走啊，他的意思我们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但是他家在土里面的哈，你从自己我一直看看来到家，哦，哦，你要看看不懂的，对，啊，那还有疝气，疝气就是心脏，啊，哦，心脏气，然后去上气管，啊，那就是第二阶段是，啊，疝气，你现在有这个。啊，但是按照他在两脚，他有套特殊的符号哈，那也
护工是常见有气疗拍，中间有三疗拍，转调好疗拍，还有节拍好，那有分好几个不同的一些哈。好像它的乐器最基本的乐器有拍板，啊，那这就是拍板的一些由来了，啊，那吉他，吉他也是在南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乐器，刚才在顾客两个讲究的，吉他仿琴而造，遮约马上不悦，然其形象天地，威力太极。有月三天地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历七仙八卦九宫十干生肖阴阳运转悲欢，以为相较能达吉收获五但所必亦忧思。他的调会公司常见有气疗拍，中间有三疗拍，转调好疗拍，还有节拍好，那有分好几个不同的一些哈。那它的乐器最基本的乐器有拍板，那这就是拍板的一些由来了，吉他，吉他也是在南管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乐器，刚才在顾客两个讲究的，琵琶仿琴而造，遮约马上不悦，然其形象天地，威力太极。有月三天地两仪三才四象五行六历七仙八卦九宫十干生肖阴阳运转悲欢，以为相较能达吉收获五但所必亦忧思。他的教会公司常见有气疗拍，中间有三疗拍，在文字上的表现是那我想象光是他们在这个文字上面的表现其实就很值得我们去很深入去欣赏。转交看六力五音宋孝是房地性连稳结直统以成，按六力五音以光为君，三为臣，小为女，身为四，女为母。这几样我特别有很多它代表的意义在里面它其实那怎么放这个呢，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乐器而已它没有去深入去了解它的实际的意义女人它也是有它的阴阳